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当时的红军刚刚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又在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红军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未来的前途究竟是什么？中国革命的出路又在哪里？这是一道非解不可的难题，一个非过不可的难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那么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将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度过这样的难关，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化为实际的行动呢？1955年10月，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开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回顾在遵义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大家好，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志伟。2015年，这一年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察，首站就来到遵义。这也是党的18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来到贵州考察，这对我们红色宣讲员来说，备受激励和鼓舞。遵义，古称播州，是我国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的重要交通枢纽。而在1935年，这里也迎来了让它名扬天下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处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境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上，在这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那么这场著名的遵义会议究竟怎样改变了历史？这个转折又是如何诞生的呢？2015年6月16日下午，总书记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他首先走进会址1楼，仔细观看了房屋内当年红军留下来的一些宣传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不当无钱的白军，脱枪过来当红军”等等。从这些标语中，我们感受到了当初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份赤诚初心和一路坚持撒播革命火种的伟大使命。他走进会址2楼，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住过的房间，眼见当初那一张张简易的床铺，一床床单薄的棉被，总书记停留了许久。的确，看到如此简陋的环境，真的难以想象
当初的共产党人是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居乐业。当走进当年的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右侧墙壁上挂着一张当年与会人员的黑白照片，习总书记走进照片，深情凝视，看着照片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如数家珍。总书记动情地说，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在会议室小楼的二楼走廊，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松馆长指着小楼旁一株枝繁叶茂的槐树告诉总书记说，这株槐树在遵义会议时就有了，当年参加长征的康克清同志推开二楼窗户时就正对着这株小槐树，当年它还是一株小槐树，只有碗口般粗细，现在它已经长成高达30米的大槐树了。总书记听到这些介绍，看到这个遵义会议召开的特殊见证者，会心地笑了。随后总书记走进陈列馆参观，站在陈列馆的序厅，他走进遵义会议参会人员的群雕前，停下了脚步，深情地看着当时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领导人。随后我们给总书记详细介绍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情况，从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领导人，再到1935年中央红军转战遵义，从遵义会议后相继召开的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再到转战贵州出奇制胜的四渡赤水，总书记沉浸在这一段段红色历史中，细细听我们讲述当年的传奇故事。在参观完遵义会议陈列馆后，总书记动情地说，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临别之际，总书记叮嘱我们的讲解员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时刻，时隔近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再次来到贵州考察。习总书记在这次的贵州之行中再次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他说，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正确领导，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总书记指出，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人将牢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深情嘱托，感恩奋进，砥砺前行，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深入讲好遵义故事，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缝纫机缝制的，
军旗这三面都有大红色的丝绦流苏，军旗这一面是白色的旗杆套，旗杆套长94厘米，宽2厘米，上面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8师54团。旗面并不是很整洁，而且还有一些污渍，正是这些污渍让我们仿佛闻到了昔日战火硝烟的味道。这样一面经历战火的军旗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1934年8月7号，红六军团突围西征。9月25号，在贵州凯寨、孟优等地和国民党湘军遭遇，红六军团连续几次组织进攻，但都因为地形不利而最终失败。在前有贵军堵截，后有湘军追击的情况下，红六军团首长命18师、52团、54团掩护红军主力向西转移。红52团、54团接到任务后，向敌人发起进攻。到天亮时，红军终于攻上坳口，将敌人全部击溃，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了时间。但54团团长赵雄在战斗当中牺牲，政委和2名营长负伤，阵亡近150人，而54团军旗也遗落在了战场上。战斗结束后，当地农民陈连贵发现了这一面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8师54团军旗，将它带回家中悄悄保存起来。1957年，遵义会纪念馆从陈连贵手中征集到这一面军旗，这是红军经过贵州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面军旗，如今它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藏一级文物。红六军团西征历时78天，跨越湘、赣、桂、黔省境2500多公里，冲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了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任务。这种我以我血建轩辕的英勇气概，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和担当精神。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在长征初期，红军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正是红军官兵的巨大损失，党内对于红军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客观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面对真如铁的雄关漫道，红军队伍将何去何从？遵义会议的决议将如何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护宝人高云继续为您讲述。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它是张闻天起草的。这份决议是油印的棉纸双折线装，长达13000余字，共分为14节。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以及扩大到各个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也列席会议。会上由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同志做军事报告及副报告，张闻天针对博古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做的辩护，做的是批评错误的军事报告，
毛泽东和王稼祥在会上做重要发言。遵义会议上就当时最紧迫的军事组织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就是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在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里，还有一份没有署名的手稿，为我们揭开了遵义会议的关键内容。这是1935年陈云同志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决议决定改组中央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份手稿名为《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共有8页，是1957年从莫斯科移回中国。其中记载着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这一提纲为我们研究遵义会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遵义会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红军所到之处，以革命军队的精神风貌、严明的纪律、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热爱和支持，也在一路播撒着红色的种子。这份是《中华苏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埃共和国土地法》是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向老百姓宣扬苏维埃政府理念的常用宣传品之一，它是馆藏2级文物。土地法长51厘米，宽21厘米，是毛边纸质的铅印文件，主要阐述的是土地革命运动中如何分配土地及阶级成分的划分等内容，一共14条，其中对如何分配土地做了明确的规定。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个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分配土地不仅应计算土地的面积，而且应估计土地的质量，特别是收获量。1935年1月，红一军团经过梨园坝，向老百姓发放红色宣传单，并且请当地的乡民帮忙张贴。乡民何海洲在得到这份《中华苏埃共和国土地法》宣传单后，将其珍藏。随后土改时期，他将土地法捐赠给了当地的乡政府，后被遵义会议纪念馆征集小组征集。其实当时类似的宣传单还有很多，除了这张土地法之外，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宣传单，长35.5厘米，宽24厘米。
宣传单是竖排书写，标题是楷书，正文是宋体。十大政纲共十条内容，包括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维护工农利益等，是宣传苏维埃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文件之一。中央红军从仁怀县罗家坝经过时，向老百姓发放传单，当地农民薛正万将收集到的传单核定成一本，其中就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为防止国民党发现，薛正万将宣传单放于竹筒里，再把竹筒藏于他家的住房墙内。1958年，他的儿子薛元峰将这份宣传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捐赠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踏上了新的征程。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呈现出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最终胜利到达陕北。听了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遵义会议的召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工农红军，都是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啊。就在遵义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有首名作《忆秦娥·娄山关》，词云：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首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毛主席他自己啊也认为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中下阙过片的这一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啊，尤其为人所传颂。而我个人呢，作为一个对毛主席诗词特别热爱的人，对于这两句啊，这一联，每次读来都有别样的感触。首先一个，雄关，啊，雄关是不是真如铁？哎，这里的雄关啊，确实是真如铁，原本确实是真如铁。这里的雄关呢，就是词题中的娄山关。娄山关也叫太平关，是遵义和桐梓两县的交界处，也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毛主席的这首《忆秦娥·娄山关》呢，作于二度赤水之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是遵义会议，1月19日呢就开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当时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多达40余万人啊，危急之时真如十面埋伏啊，国民党军队把中央红军围得像铁桶一样，连蒋介石都自信满满，认为在这真如铁的危局中，中央红军那是插翅难飞啊。可是毛主席一句雄关漫道真如铁，你看，一个词，两个字，慢道啊，一个简单的否定，就从气势上彻底破掉了这铁桶一样的危局。这个气势上、战略上破局的关键，就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它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是啊历史上所有的转折点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可是即便四渡赤水之后，铁桶一样的危局和危机
就破了吗？1935年1月19日到5月9日，是四渡赤水之战。在最后巧渡金沙江之后，中央红军准备渡过大渡河。这时候，国民党军紧急集结，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南岸。5月24日晚，中央红军杨德之部急行80公里突袭，并占领了著名的安顺场。可是，在安顺场，只找到一只木船，而对岸的川军呢，已经构筑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历史啊，总是惊人的相似啊！就在整整72年前，当时是清同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863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的著名将领石达开，啊，翼王石达开，率所部30000余人，也是在4月的时候，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也是到了5月，石达开太平军主力到达大渡河。同样的大渡河，同样的安顺场，同样的季节，甚至石达开当时太平军有将近40000人，和后来中央红军主力的总人数也是差不多的。可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在于当时安顺场大渡河的对岸，清军没有任何防守。当时清军堵截太平军的力量根本还没有到达呢，3天之后才到达大渡河对岸。而且太平军到达安顺场之后，手上所获船只木筏无一损失，也就是说太平军手上不像红军只有一条船啊，也就是说石达开的太平军当时1863年5月在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条件其实要比中央红军好多了。所以石达开当时并不着急，只是下令准备次日渡河。结果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手下来报无法行船。再加上刚好这个时候啊，因为石达开携带着家眷，他的一个小妾呢刚刚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且敌军尚远，石达开便在安顺场安心驻扎，并大办酒宴与手下庆贺。然而就是这一下，战机稍纵即逝啊！3天之后，清军赶到大渡河对岸，石达开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彻底陷入了绝境。到最后，石达开实在无可奈何，只得前往清军大营，舍命以全三军。但是在他从容就义之后，清军却麾下屠刀，石达开的手下也大多被屠戮。石达开的兵败安顺场，兵败大渡河，意味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力部队被最终覆灭。蒋介石呢，也力图让红军重演历史的悲剧，要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非常巧合的是，毛主席也想到了石达开，他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啊，多次给红军将士讲述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他说：“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哈，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当时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毛泽东的壮志预告着蒋介石的美梦注定要破产，原因非常简单，红军不是太平军，毛泽东不是石达开。曾踏过万水千山突破围追堵截的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可以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任何奇迹。那么红军能够跳出国民党军铁桶一样的包围，
而今迈步从头越，最终开辟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啊，原因有很多，其中至关重要的有两条。一是领导人的眼光、决策和智慧；二是我们人民军队是一支有着崇高信仰和坚强意志的军队。有了领导人的正确指挥和决策，就能够统揽全局，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有了这样一支具有崇高信仰和坚强意志的军队，就有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就有了无往而不胜的勇气和担当。所谓金沙水派云崖满，大肚敲横铁锁寒呐、啊！正是在毛主席用兵如神的指挥之下，中央红军才得以彻底冲出国民党军铁桶一样的包围，才得以顺利到达陕北，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所以啊，从这一步步的从头越中，正是遵义会议扭转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战略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所以直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关头，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气概、精神、智慧与眼光，那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下面啊，我就从四个方面谈一谈今天如何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夯实精神家园，构筑精神高地。我们常说，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一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就肃然起敬？就是因为女排队员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奋斗不息、永不言弃的伟大精神。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上，激发出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不断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方面呢，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着善于转变、敢于突破、勇于胜利等诸多要素，核心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选择，这对于我们推进中国事业很有帮助。大家想一想，我们国家这些年的精彩表现，尤其是在强军兴军、反腐败斗争、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不就是敢于突破、
勇于胜利的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吗？第三个方面啊，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不断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国必先强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要把中国全面建成现代化的强国，必须先把党建设的强大起来。遵义会议精神蕴含着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党风党纪，对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传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要在新时代新阶段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持续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来推动红色文化代代相传。这些年我们不少人呢，都能通过走访革命纪念地、参观革命纪念馆等一系列的方式啊，对红色文化有所感知、有所感悟。你比如有的同志啊，到了遵义自然就会去看一看遵义会议纪念馆，爬一爬红军山。这些纪念地、纪念馆传递出来的红色文化，是我们党一路走来的重要精神支撑。进入了新时代，必须深入发掘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动力，筑牢精神支撑。